系啊，虽然咧我睇落去好似男仔头啲啦，但我都好中意啲得意嘅小动物噶。我细细个咧已经有养唔同嘅宠物噶啦，我养过虫啦，养过甲虫啦，养过狗啦、猫啦、雀仔、仓鼠啦，啲全部都养过，所以我都系一个宠物达人嚟噶。去过即系非洲嗰啲，去感受下啲大自然咁样。唉，冇去过，但系啱啱。因为呢个 Marcus 前辈讲咗一句说话启发咗我，因为去非其实我好想去非洲睇动物大迁徙，但系咧太贵啦。呢、这个时候佢话啊贵嘅嘢可以同公司申请，同公司 suggest 可能咧就有机会去嗰度拍嘢咧咁样。咁所以我就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所以我就即刻谂住啊翻去写个 proposal， 不如去个。動物篇就去呢個非洲睇動物大遷徙。我以前其實係想做獸醫的，但係因為我 free camp 拜七係我唯一一科唔合格的就是 physics 或者 chemistry， 所以咧我真係讀唔到理科。咁但係讀唔到理科又做唔到醫生，咁所以冇計之下就做咗律師啦。因為我的記性比呢、這、一個理性啊，係我冇乜理性，所以我就做。系啦，咁但系我又有记性喎，咁所以我就做，所以而家做艺人啦咁。性格系咪都好多朋友都好惨？我系啊，佢哋好好啊，即系我一出新歌咧，大家见到啲 story 已经俾我首歌洗晒版啦，即系大家都好自动自觉咁样去 post 咗我首新歌，但系呢个都系换翻嚟噶，因为知唔知我请咗几多餐饭啊？系啊，唉，话说咧，又要讲翻我好好彩咁中咗奖啦，咁好好彩咧就上晒新闻报纸喎，咁好好彩咧就可以请大家一齐嚟出嚟 gathering 去聚旧去食饭，所以我真系一个好幸运嘅人啊！